吉吉国王。哎呦，看来小猫这就想报修一把。OK， 成全你，再次拿出我的国服草莓味金刚芭比，抢了你的 MVP。你看这女孩子聊天就是好玩啊。猴猴，你是小姐姐吗？嗨呀，嗨呀，好巧啊！哈哈哈哈，猴猴个屁，他是吉吉国王。哎，怎么突然打起来了？我说上是让李元芳去上，不是让你上啊，吉吉，你小子挺膨胀啊，还追呢？醒醒啊，你现在没大招啊！哎呀，这一血拿的我是好不情愿，不过没有办法，乡亲们非要送给我，我咋整啊？帮吉吉打一下红 buff， 不然他打完就要回家了。优秀，这才是中国好队友。面对盘古我真的不怂，他缴械我实话，关键我不平 A 呀、啊、我用技能你说这气不气人？哎，就这么突然的又拿下一个人头，完全没有办法。在队友声嘶力竭想压住我风头的时候，我已经跑到顶端了，这就是高手的姿态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说话来着忘记了极限操作，这种失误应该不会再有了。你看嘛，说来就来，直接拿下云中军，天秀回线上把兵线控一下再去gank。我的天哪，你在想屁吃？你能打得过我？你忘记被我单杀了啊？反手了啊？哎呀，一波天秀反杀就这么被终结了。如果刚才云中军不来，我一个一技能反手减速石化，一个二技能就带走了。哎，真是赶巧了，谁又能知道这鸟人这么记仇呢？啊呸，太过分了，太小心眼了，一直抓我。今天我跟你杠上了，就算被锤死我也要带走你。哈哈哈哈，一换一强行不亏，气势一定要打出来，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。落单了，哈哈哈哈，他落单了，你也有今天呐。哎呀，苍天呐，大地呀，是哪位天使姐姐为我出的这口气呀？不是大哥，你们这支援有点问题啊，这太过分了，一下来了四个，非要逼我发飙吗？非要让我秀起来你们才知道错了？ OK OK， 我成全你们好吧，接招吧。算了，带不动。哎，怎么赢了？哈哈哈哈，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，他们一看我在清兵线，顿时心如死灰，直接放弃比赛也是合情合理。嗯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哈哈哈哈，这么优秀的摩根又一次带飞队友，大家关注一下，告辞告辞。